哟，咋样？又感觉很放弃了噻？刚刚夹住我了，怎么捆啊？蟹黄你都扔掉？这个黄色就是蟹黄哎，你干嘛嘞？我以为那是螃蟹的便便，前面的三只已经被我洗得干干净净，剩壳了。有三个没有扔掉，我扔了四个。你三加四等于多少？三加四等于七啊。一共有多少？八个。八个。来，蟹黄。蟹黄你扔得这么豪爽，因为我不会报复啊。这有一样了，把这个刷一下，人吃哎。吃螃蟹吗？你要不给你的？饿了，我还。弄个牙签。牙签？怎么筷子伸斜了？要吃都吃下去了。别给他砸我的嘴。大儿子的方法很对，你看，你筷子大，我知道，牙签对了的。第一步的话，把蟹腿扒下来，然后用筷子去一撸，一个完整的蟹腿肉就出来了。这哪学？我本来就会嘛。怎么会呢？我天生具有的。来了。是好吃，你好吃。这是蟹黄吗？对。这里做中筋的。两边的是胃。那我吃不来就。我喜欢吃脚的味道，我喜欢吃蟹黄。那就吃脚吧。有一种很腥的味道，我吃不来。来，我们吃土豆吧。吃土豆，洗干净煮。直接就可以吃了，一个步骤。不吃了。你看，姐姐啊，这里面不错啊，就是不好弄。